听你轻轻声音，能听见回音，听见小雨边洗手机悲喜，唱响一首一首旋律，掌声鼓励。看看看你大大幸运，有太多叹息陪你前进，沿路给的情谊就像一件一件大衣，温暖我心。小星星眨眨眼睛啊，这世界多少风雨，听看听才更懂勇气，当感情点点滴滴卷入回忆，多高兴我们同在一起。小星星眨眨眼睛啊，这世界多少风景，听看听才更懂珍惜，让泪滴日日夜夜开出美丽，每条路大姐，我要睡的。大姐，大姐给狼了，睡大了。哦。阿丽嘞？我把睡大。你也别想打击哦。哪有啦？啊，伊就常常回来，我哪有在想伊啦？迄无同啊，较早是日时、暗时拢看会着人呢。即摆回来，食一顿饭，直接就走了。是啊。妈，你若是小姨，就心灵嘛，我袂甲你笑啦。恁大姐无伫个哦，是有淡薄仔较袂惯势啦。大姐有讲呢，卡叔有小姨，就敲电话给伊啊。啊，你即摆卡？袂用个啦，咱人即摆咧困啊，啊你若敲电话过去。会甲人穿得青红叉叉，安尼对人哦，会搁较歹势呢。哦，结婚来才偷呀？这是因为哦，你住伫个厝内哦，自由惯习啊。但你结婚以后哦，
你得要注意这人情世事。哦。好啦好啦，较忍耐一点啦。要考，等明仔载早起才去考啦，哈。好啦，较早去睏嘞。妈，你妈爱开忍耐哦。请问你要找谁啊？哎，瓶子的妹妹哦，我无认到吧？是伊啊！哎呦，真水真古锥！哎，阿奶来无礼拜坐啦，恁坐坐来看到你哦，一定足欢喜的。来来来，礼拜坐。哎呦，你奈戆戆徛咧遐，都礼拜多好啊！爱做啥啦？嘿呀，阿姨就安尼哦，偷偷走来啊。是妈想你，我是替伊来看你的。哦，那恁后边哦，都爱招妈妈做伙来，知影无？哎呦，安尼对亲母真正足歹势啦！阮大家哦，即届听你的，阿姨留落来做伙食饭啊。阿哥讲哦，明仔载毋免上课，阿姨带一个啊，明仔载才转去。阿亲啊，好意思，啊，袂用袂用的啊，你叫听你哦，马上紧转来啦。妈，阮大家哦，个性足直的啦，啊，讲话嘛袂转弯抹角。你是真心安尼想的，无要紧啊。哎呀，实在是，安尼过晓，安尼共煞做。你叫婷丽哦，紧过来听电话。好。张婷丽。妈。妈要甲你讲电话。妈想的是你，为什么给我食？紧呐。来。妈。你哦，实在唔知要安怎讲你啦。去气甲人兜哦，唔通甲家己哦当作是外人啊，爱主动哦去甲人斗相共。啊，恁大姐若做啥，你就缀咧做啥。爱食饭食饱，啊，就爱主动去甲人洗碗。还阁有啦，迄千万哦，唔通你规工甲恁咧大姐咧黏条条，爱陪亲母，迄加开讲知无？好啦，我知啊。好啦，恁讲啦。我先入来哈。妈，我来斗沙岗啦。唔免啦。我嘛爱斗沙岗。唔免啦。妈，我会好好表现，你放心啦。喂喂，哎呦呀，你莫无闲啊，坐落来啦。床脚所在吼，无啥物件通好招待，这拢是家己种的，咱都要加食寡，唔好客气哈。哇，这澎湃呢，我看到拢枵啊。有枵就好，咱加食寡啊。食饭啊！大庆来食饭。大庆啊，你嘛满嘞，你无看有人客哦。食饭，食饭。欢迎你来阮家食饭。婷丽，啊人大庆哦，拢才有礼貌，甲你拍招呼啊，你莫回礼啊。多谢你，让我伫个领导食饭。哈哈哈！讲古锥，啊，紧坐来，哎，我古锥卡咧，啊，加食寡啦，饭就不要。加食寡哈。底下有这么干啊？嗯嗯，刚腌菜，刚腌菜。我还不觉得老人家。这也是这就过去了。嗯，老家。嗯。来，吃点心嘛哦。
就拜，真正是食袂落去啊啦，食袂落。我看你哦，搁敢安尼走来无？你看，阮大哥因对你有好无？好，真正是足好诶。因对我吼嘛是共款遮尔好，所以你会当放心吗？我毋是袂放心，只是想你嘛。哦。啊，若是想恁姊啊吼，就定定来，知影无？若遮吼当作是家己的厝的，唔免客气，想要来就来，想要住偌久就住偌久，拢无要紧，知无？来，食恁个，来。多谢，我哪会遮幸福啊？啊，若是恁姊也无伫的时，你想要来嘛无要紧啊。啊，看爱食啥物水果啊，还是爱食啥物菜，就缀恁亲家餐的饭，吼，爱食偌济有偌济，安尼知无？哎呦，妈，阿婷你哦，本来就爱奶的，你安尼个心歹啊。查某囡仔本来就是爱生来生的，啊无咧，参像我，敢若生两个查甫囡仔，虽然讲嘛是真骨力、真乖、真听话，啊，不过哦，就是甲查某囡仔无共款啊。阮查某囡仔哦，佫大心，佫敖使奶。加在即摆有恁姊啊，有甲我做伴呢。啊，若是佫加你一个哦，我一定佫较欢喜。亲家母。你讲的哦，那呢，我后摆就定定来哦。小婷你，对，爱定定来啊，定定来。好。那个客房的床巾被毯枕头布我拢换好啦。好啦。是不是换新的迄组啊？恁结婚的时阵买的迄组？有啦有啦。有吼，你哪会换着旧的呢？安尼就对伊也歹势啊。我也是不用心来看麦。行看麦。婷婷啊，不管安怎吼，以后不准你安尼无讲一声就走来，知影无？无忘记，大姐。人讲幸福的婚姻。应该就是安尼吼，啊！你是记得学着这句的。姐夫，恁一个伙啊，拢对我真好啊。安尼就表示，因一直对你搁较好。看你真嘛，确实袂歹，碰杯碰杯。可见身体健康，幸福美满。哎，我拢唔知影哦，我的小妹当时变作仙姑啊！讲真个啊，厝内欠你一个，我感觉真正是足无关系个。不过今日看到你，过了真好，安尼我嘛甘愿啦。那安尼，你会记的，转去吼，甲妈讲，叫伊莫烦恼，我真正过了足好诶。哎，对啦，婷婷，啊，你毕业了后有啥拍算啊？有啥物拍算？啊，看你是想要继续读，还是讲你有啥物其他诶想法啊？哦，我无想要读册啦，足麻烦诶。我想要做工课，你真正戆的呢！做工课吼，颠倒忝。我若是你，会当继续读，我欢喜就袂赴啊。唉，怀弟哦，你考虑看卖啦。啊，若真正想要继续读哦，我会甲燕之参详，一定有法度会当捡到钱的。你哦，得甲伊想看卖，看安怎你。婷婷啊，婷婷。困去啊！哎，婷婷，今次我困哪里？我困，我困起房啊，吼！哎，安尼咁好啊？唔要紧啦，伊恁小妹呢？
哦，你是真嗨呢！啊，害你姐夫哦，啊，怎样困客房啊？啊，我唔是故意的啦，不过我感情过呢，大姐公公婆婆，啊，佮有姐夫佮姐夫的小弟，这大姐照好，对我嘛真好。妈，你唔要烦恼啊啦！我是咧烦恼你啦，啊，你安尼无讲一声，走去人兜过咩？安尼是做是累呢。好啦，我后摆先甲你讲。啊，佮我后摆哦。大姐婆婆有讲啊，我爱啥物时阵去，拢会用，因足欢迎的。你真紧，快点。妈，你放心啦，我后摆会睡客房，袂佫霸占大姐啦。多谢新民，保庇我第二个后生燕氏考到大学，让我们小家有一个大学生啊！也阁有啦，我上细汉的查某囝婷丽哦，嘛毕业上班啊，今毛。甲伊个大姐哦，伫咧同一间公司上班，嘛请市民保庇伊哦，做代志较认真嘞，唔通吓因大姐袂做。拜托拜托。燕西啊，燕西啊！妈，你找我啊？我跟你讲哈，你明仔载吼去一撮迄落六金伯遐，啊，把这菜头粿哦调一下哈。哈，啊，不过明仔载我还去买下下背景的菜，足重的啦。啊，重到差这一点仔重，你唔贪袂起呢？你要联考进前哦，迄六金伯佫专工甲你迄准考证哦，摕去文昌庙拜拜呢。啊，你即马考掉啊，啊，你袂要共细侪多些啊？好啦，啊啊，主子，我会孝顺你啦。上大学以后要读很多原文书，这些啊都只是基本而已。原来你已经是大学生了，好棒哦！我以后也想要念大学。加油，坚持实践，梦想因此而伟大。这里的路真的很不好找，还好有你带路。刚好你要去的地方我很熟，就是这里。哎，我自己进去就好了。我也住这里啊，进来啊，来啊，来啊。伊吼是我远亲的囡仔啦，啊，就来阮家寄读，离学校较近的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燕西哥，请喝茶。哇，这么大一杯啊！这个囡仔，
乖呢。你阿母头拄仔有敲电话来哦，讲即届成绩单嘛分落来吼，哎，会记得来讲吼。好啦，我知。嗯。阿妈讲到读册吼，你著爱甲伊是哥哥学习，伊吼读册足牛诶。无啦无啦。叶喜哥，要怎么样读书才能考上大学啊？怎么样读书才能考上大学？就认真念啊，念一遍如果不会，就念两遍。念两遍，如果不会就念三遍。三遍如果不会，再念四遍、五遍、六遍、七遍、八遍、九遍。这个囡仔实在哦，莫看燕是哥哥安尼喊你老实，就两重底啦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怎个呢？哎，我自己知道怎么走回去车站，你不用送我。我是要顺便去买酱油的。哦不过啊，我知道有一条小路到车站很近哦，要跟我走吗？好啊，我载你。你要载我？嗯，很有力哦。是我得爱讲你啦，你讲来这上班偌久啊？看安尼，敢若无头神的，你若无说，你是弄着受伤的。好啦，我也变较注意的啦。啊，对啊，大姐。哈。阮遐宾馆的领班讲，今日爱加班啦，啊，你有先转去哦，吼。加班哦，无紧啊，我会当陪你啊。坏掉，我这个月上班袂做了。是讲哦，你还记得打电话转去阿妈讲一声，较免伊烦恼。嗯，好啦。奇怪呢，我哪会拢无听讲最近有倒一个客户赶要出货啊？喂，我张天明，是，最你用心，那批食品已经出货啊，用上紧的速度送到你遐去，绝对比所欠你的现金搁较济，搁较有价值，留你吃亏啦。对啊，多谢你对阮工厂这么尔相挺，真正足感激你的。啊，心理上有来有往，所以机会我才好好报答你。好，多谢。什么代志啊？来，邱定，这是这个月人事处的绩效表。哼，你这会计哦，真正是万事通啦。什么代志拢安尼尽心尽力去做，虽然讲即马工厂运作无啥稳定，啊，不过你对人事的状况嘛是掌握了足好的。无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来，啊，对啦，你对品管部门哦较熟啦。啊，那安尼后礼拜准备要出货迄批食品，敢会当顺利出货啊？哦，根据我了解，品管部即马正在赶，顺利出货应该是无问题。嗯。赶时间出货是一回事啦，啊，不过品质嘛爱顾，才袂失去信用。这点哦，我会特别转到品管部门。那你麻烦你啊。哎，我来就好了。哎，喂，我张天明，头家哦。喂，助理办公室。有啦有啦，等你处理啊。是。好啦。阿婶呢？助理今晚在无闲。麻烦你稍等一下哦。哦，我知，无问题啦。哦，哦。哎，何董啊，你好啊。哦，我知影啦。后礼拜一定给你答案的吼。哦，多谢多谢。
厂长，啊，你家己加班，那不何必说跟你做伙加班啊？啊，碧水囡仔还阁遮尔细汉嘞，何伊会当准时下班，较早转去休困啊？遮个代志哦，我家己处理就好。厂长，伊真正对员工足体贴的呢。那有啦。李妹，厂长，那呢我先来保养啊。辛苦啊，哈。辛苦。哦，这个问题我当日处理啦。你要叫我包装部门的员工哦，照起工来行，把代志做好就好哈。我做处长，真正是不简单嘞。班辛苦，加班过卡辛苦。哦，辛苦啊！哦，啊，大姐是职业妇女，过卡辛苦。哦、我甲你两零，多谢你的体谅啊！啊，不过你这三天你会讲好坏喵啦。哦，好了，卖闹啊，今下来转啊哈。秋钓办公室的电话还滚滚呢。哦，啊，秋钓哪会这拼？嗯。哎，秋钓，伊是不是头家的后生啊？嗯，应该是哦。啊，家己倒的公司哦，唔只这么拼对无？是讲哦，伊这少年头家，完全无可能放在边的。哦。有想法，搁有能力，我今日在秋钓办公室哦，算是看到伊的真本事啊。哎呦，真尼当哦。要做少年头家，阁真无简单哦。行来等。哎，经理啊，啊你家己一个人坐车无要紧吼？没啦，啊我即马逐工拢看会着你啊。我若暗时吼下班，我就较早转去陪妈妈，做一个友好的早囝。哦，总算是想通啊哦。趁你即马吼，阁独生啊啦，加转去厝陪妈。啊，无你较多一天哦，你就向娘讲，我比嫁人啊。吼、哦，大姐，你拢安尼啦，拢想要我吼较紧嫁人诶，安尼你就应该较早甲我断互离，对无？嗯。我甲你讲啦，我一定吼就会甲你念叨叨，念叨叨咧。好啦，莫阁闹啊啦，今日坐车无白付啊啦。好啦。要换头路，我嘛无想要换头路啊。啊，不过阮工厂哦，即马营运无啥稳定。根据我了解，阮头家哦转投资失利，啊有一条生产线已经收起来啊，其他的生产线哦最近拢在赶出货，为着要转现金周转啊。其实你无去石头路，咱嘛是会得过啊。啊，我毕业了就一直上班到今嘛，无闲管事啊啦。搁再讲，我石头路嘛是为着要甲我后头厝斗相共，我袂用搁动着你的薪水。啊，你看我分甲遐清楚是要创啥？我毋是要甲你分解遐清楚，你是第家的大囝呢，你有迄个责任爱好好照顾爸妈，还佫有这个家啊。若是我后头住一边哦，你有迄个心就有够啊啦。你会丈人甲丈母哦，感受会着。啊，毋过你吴松，我无想变做你的负担。啊，你要创啥？我来甲饭菜汤汤的啦，啊，咱哪看哪吃哦。
加班，若加收或者打电话，我再来给你载。放心啦，未到三点半未，啊，我家己坐车转去哦，真方便。你去上班。好。丁处长啊，啊恁头家欠钱，即摆才找无人，啊你敢对？你敢免处理者？啊，既然恁知影是阮头家欠的钱，你也找来找怎啊？这间工厂大大小小，拢你这个丁处长来处理，阮兄弟要找你，啊是要找谁啊？对咩？啊恁这欠钱，拢故意无爱还，安尼啊，找过兄弟哦，把这过台物件搬搬的，加减低啊。哎，等下。你们别来哦！这下这无跟工厂的员工拢无关的，恁不准入去。不准！我们平日就是不入去。我死啦！哈！你这个小鬼！你下不了班了！下跪啊！臭蛋！不准入去啦！下跪！臭蛋！你下！警察来啊！警察来啊！警察来啊！警察！胜利何文。哎，你完了不？我来接，我接。是讲，迄几个人，落魔啊！哦，你嘛感觉伊是落魔？啊，本来就是啊。哦，是讲因出手不哩啊重嘞，啊你真正无记啦？无代志啦，因都讲是出啊呛声尔，啊毋是真正要丢我的命。我看你像个无咧惊嘞吼。伊也毋是针对我来啊，有啥物好惊？是讲你看起来都正常在上班呢，啊，看跟这个老毛有交叉吧？无多啦，要处理代志嘛爱处理人，啊是有较复杂的，啊，不过拄到就是爱处理。哦，多谢你啦，拄则替我发两声，啊老婆我唔知影，搁要问卢阿母嘞。没啦没啦没啦。哎，啊你嘛点啊上班了？哦，无啦，我载阮某来上班啦。林某，嘿，得恁工厂的会计肖廷之啦。哦，兄弟，老张，哎，老张，老张。哦，原来你就是兄弟哦，哈、啊，失敬失敬。无啦，啊，手弟干那是一个称呼尔，这也无啥啦。啊，廷之哦，哦，是一个真负责嘛，真欠到的同事呢。啊对啦，我叫做张天明啦，你知安怎称呼吼？哦，我郑武松。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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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好你好手电话未来啦！哎呦，我当时要甲你骗啊！啊，伊就真正无进办公室呢。啊，我哪会知伊当时会来啦？你甲我骗嘛无路用啊！喂，我张天明。请恁冷静，千万唔通话白来，我即马随过。哎呦，就讲你讲卖食遐个人哦，做袂出啥物好代志啦。我过去一撮啦。哎呦，袂用的啦，足危险的呢。地下之中遐个人哦，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啦。只有亲身出面才能解决问题。哎呦，提供保密，提供保密，一定卖出代志哦。喂，你要创啥？既然恁希望阮赶紧还钱，那呢就应该放阮回去，好阮当赶紧出货，才会当换着现金。啊，即摆恁甲阮两个人关伫遮，工厂无人做主，那呢，阮是要哪趁钱还恁？等下，你继续讲。
假使恁即马就放阮转去，阮马上就会增加出货量，安尼应该就会当收转来袂少的现金。佮加上进前工厂的押金，一礼拜了后，应该就会当还完恁所有债务了。一礼拜？叫你即马还钱？你敢讲一礼拜啊？你张天明，果然甲人讲的同款，有担当，有境界。但是，你要爱我，安怎相信你？啊！我拢已经知影，你把阮头家抓来遮，我拢无去报警，等到一个人来遮见你，敢讲这还阁无够实？啊，不过我已经交代我的秘书啊，叫伊等较重头，若是拢无我的消息。就会甲管区的联络啊！即马看卖时间嘛差不多啊，要来决定哦，有可能家己啊。等一下，啊去迄种所在，唔着羊入虎口？本来是头家有危险嘛，即马抢转一去，伊家己嘛无险嘛。哎呦，安尼是要安怎啊？我嘛唔知要安怎啊，要唔讲抢转有讲，无论如何，伊一定会甲头家救出来啦。那有遐尔简单啊？我本想讲哦，人事缩编，会当让工厂渡过难关。不过即马看起来，问题无遐尔简单就会当解决啦。啊，你是讲会关门哦？秋弟办公室，你好。秋弟，你无代志啊？哦，安尼真好，真好。是，好。你来的资料，我会放在桌顶。好。安怎？像你甲头家拢变无代志吼？天公保庇，天公保庇。不过，上来工厂会变安怎？本来是要带你去吃猪脚面线，得惊一下。唔免啦，今日哦，家在是有你啊，阿婆，我唔知要死到偌歹看。代志拢已经过去啊，就莫搁一直想啦吼。老可能袂想啦，啊，即摆煞咯，就是爱拼命赶工，趁一寡钱通害啦，一个工厂。我是无法度阁维持落。遮尔侪年工厂要收起来啊，你心无奈，一直做唔甘的。哪有法度啦？啊，呾拼拼袂赢啦，啊，只好认输啦。但是哦，这间工厂名额上我是头家啦，但是哦，真正拍拼辛苦的人是你。工厂我若要收起，真正对不起的人是你。头家啊，你哪安尼讲啊？当初若不是你的欣赏，还佫栽培，我嘛无可能做到厂长啊。顶多是我感谢你，愿意有我这个机会。对真侪人来讲，头路就是头路啦，有做就好。但是你无同款，你除了做工课以外，我咧你身上，阁有看到你对人有情有义，这是不简单的。头家啊，你想要学哪？你陪我饮两杯。好啊。头家啊，你有关两关。好，是啊。
先别烦恼啦，我有叫所有员工拢加班啦吼，啊，尽量赶紧把这货全部挂起来。啊，这单订单我拢已经找到啦，啊，应该当现金。老板，你要紧吗？啊，不要紧啦。啊，这订单的部分哦。这里啊，有楼梯哈，老大家来来，哎，这里，是啊，所有订单拢照出，这是阮做生意的信用啊。放心，绝对袂让你吃亏。老乡啊，另外，确定，员工的年资薪资对照表，我已经整理好啊。老乡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对啦，伫个工厂要收起来之前哦，只要有来上班的员工咧，每一份的工资拢摕着。好，还阁有啦。诶，这段时间若是要请假去找别个头路的吼，全部拢准假。好，我知影。啊，小弟，刚刚有啥物其他的代志要注意？对啦，我会记你小妹是伫咧品管部门对吧？是，丁力负责品管。那安尼麻烦你，特别提醒一下，品管的部分哦，袂当因为工厂要收起来就凊彩做，好好收尾真重要哈。好，我知。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啊？我是想讲，好佳哉你平安回来，这间工厂哦，无你真正袂用的。我即摆会当做的哦，就是啊，赶紧消化所有订单，还佫有啦，千万免去出差错。啊，不过工厂的债务，嘛不是一天两天就会当解决的啊。你敢有打算要安怎做？不管安怎啦，我就是要做到工厂关起来最后一分钟。虽然讲无把握会当解决所有债务的问题，但不过至少对得起家己的良心。恁爸吼，有你这个后生，真正足有福气的。阮爸，阮爸若是知影我今麦的状况哦，绝对会惊死。哪会啦？这个你遐尼啊拼性命，伫保护伊，搁甲伊救转来呢？啊？我廖总讲，你是头家后生，你才会对工厂遐尼啊尽心尽力啊。无啦，你误会啊啦！阮家伫咧台南呢，我毋是头家后生啊。我看你平常时啊对头家足照顾的。我唔只系认为讲，我都讲的是做好我家己应该做的工作，娘娘啦。你还用上车未？这批哦是会用的啦，阿兄的我搁来检查一下，我感觉迄标签哦，敢若有一点仔问题。哎，宾馆刚包装的来。啊，都包装遐紧嘛吼，剩无几个人啦，拢伫接啦。啊，都脚手无够啊，我想讲都上煞检查一下安尼啦。多谢你呢。难得你收到这么久到呢，多谢你啊！没啦，啊，我就想讲吼，阮品管拢做甲遮认真，总袂用个最后才出啥物差错啊？是啦，对吧？你是会计部门停职的小妹对吧？哦，拜托的厂长，我拢来你话呢。歹势啦，啊，那安尼你叫做？我叫萧廷丽。萧廷丽，安尼我知啊。你看迄标签是毋是感觉怪怪吼？
阵快乐歌声飘过厝内的大厅，是一个温柔形影，守伫咱家的门口埕。子啊，你总是顾虑大大细细的生活，停停踏踏的心情，别讲予啥人听。是一年暗夜路顶，照着门前的小路，是一阵蒙蒙小雨，拍醒阮匆忙的糊涂。子啊，你总是看会清阮凌乱的脚步，声声句句的叮咛，拢是你的疼惜。人生。